话会，生活品百味，川味地方志尽在麻辣烫。一年一度啊，最重要的节日是哪一个呢？肯定要吃过年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摆一下民国时期的成都人是咋个过的年呢？那个时候的年夜饭啊，有几道菜是特别受欢迎，比如吉庆有余，就是将一条鱼哈经过炸烧再勾芡装盘，配上蔬菜摆出吉祥的图形。当时成都人过这个除夕啊，必须要灯火通宵不灭的，叫做照虚号。这个习俗啊，从古代就有了，就是要在屋后头啊点起这个灯火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，财运旺盛。正月初一的时候啊，成都人讲究这个以面代饭，就是不吃米饭，只能吃面，意味就是长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去耍了。当时成都人呢，过年就爱去丁公祠啊、武侯祠啊、望江楼啊，嘿，去上香啊、看天灯啊，还记得到那首儿歌不？红萝卜，米米甜，看都看到要过年，娃儿要吃肉，爸爸说没得钱，妈妈说有钱，灶门前的火钱，嘿，一年啊，最好的时候就都在过年了。哎，小安全，哎，小安全，那个送给你的花，你看门嘛。你跟你男朋友吵架归吵架嘛，你不收花，我你男朋友给我打差评啊。小安全，小安全，小安全。吼啥子嘛吼！我不叫小黑犬，我叫小莫。你是不是文盲哦？啊，把这个给我退回去，我不稀罕这些东西。你去告诉他，我要的是他回来，给我一个安安定的一个拥抱。我不想异地恋。气到爆，不是杨的啊，小叶泉，不是小莫，你把花收了嘛？幺幺零啊，我门口有个变态，你赶快过来哦！花还放在门口的哈。关键是个叫莲子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拿到餐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动作太慢了嘛，我都饿死了，十分钟不然我去打差评哦。哥，不能打差评，不能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马上弄了。这个钱太难得挣了嘛，咋办呢？都接到你投诉电话，我看你是工作态度严重有问题，不要干了工，滚！哎，经理，不是我态度问题，是我的外卖出了问题，我的车和外卖不在了。啥子？你车子没上锁啊？我上了的啊。上了锁咋个被人偷了啊？我的电瓶车坏了，我就烧了个共享单车。你骑的共享单车，锁有啥子用啊？每个人都可以烧起走。熊小宝，我终于晓得你确实不是态度有问题了，你是智商严重有问题。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啊。
错。不要动手！不要走啊！宋大，你说啥子啊？要吓人吧啥的？你不争风吐露的练，在偷懒。哎呀，我这几天一直在练的嘛。哎呀，真的，脚还手呢，特别是那右手，哎，动都动不到。哎呀，一动就痛啊！哦。记住，吃饭了。我，你抓这个饭是啥哦？哎，幸好我眼疾手快哟！幸好我明察秋毫。既然你有力气接饭盒，说明你的手是好的。你别耳聋了，看来对你必须下点猛药。今天必须把这些皮皮全部打扫，否则不准吃饭。啊？你是不是我亲生老汉？有假包换。哎，熊家宝，我跟你说。今天的饭菜非常丰富，请人两碗面，打好了，全部给你。怎么样？啊，真的。哎呀，好笨的很呐！来，哎呦。我就一碗。队长，来来，大声一口，大声啊，去吃饭。怎么样？还有清炖的，我没骗你噻。你好，简老师。哎，你哪个？彪总好。彪总，大宝现在不在这儿。不在。那你赶紧去给我找大宝。他在找那个保龄球呢，给我打通了，你快。哦，那彪总，我去给他来接电话。哎。哎，彪总，大宝不在，用不着喊大宝砸场子，熊家婆才是真正的隐形高手。真的吗？那喊他赶紧过来。啊，好。哎，你怎么电话挂了呢？哎，我是啥子隐形高手？嗨，我去，出去。得行不？我还从来没实操过。哎，咋个不得行呢？那个真实的和在家里面练的没得啥子差别的啊，原理是一样的噻。哎，只不过啊，是把那个炉换成了保龄球，把那矿泉水瓶瓶呢换成了保龄球瓶。哎，道理是一样的哈，只要你掌握了要领，把那个保龄球瓶想成是可以掷的，好打，打好了有劲。反正我现在也饿得很，我肯定把你打破产。哇，大师兄你好厉害呀，真棒！还行，好厉害的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没事，谢谢。啊，你这打真好。
看打得真厉害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打电话就经常会接啊。你多大也是啊？好的，知道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哎呀，你两个啷个现在才来嘛？哎，不是，厉害，我乖乖，一直跟那个瞎子那个在那儿聊天，你都不理我，打得好有啥子了不起的嘛？打得好都可以跟我乖乖两个多说几句话嗦。哼，还喝可乐，还不是老子给的钱？二姐，一个闯出来。兄弟们，车，给我把面子整回来。哦，哎，刘总，你放心，洪家伯把这趟活动的精髓都全部掌握了，绝对给你打个大满贯回来。兄弟们，上！看我的！哎呀，看你的了。嗨，莫嘛，我去把乖乖吼过来啊。兄弟，我真的能打得到大满贯啊？上去！乖乖，乖乖！哎呀，我给你介绍个高手。不要不要不要！走啊，介绍个高手。大总，哎，小宝，你碰是碰着了哈，我身上没有犯难哈。你个骗子，你个大骗子，你把我骗惨了，你晓不晓得？哎，我半晚没得见面，我话都没你说一句，我咋个骗你？你虽然说没跟我说过话，但是我听到了吗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和仙人掌吵架的时候，你说你送外卖一个月可以赚9000块钱，我为了送外卖，我包子都不煮了。我以为这个钱有好好挣，结果根本都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。一天吃饭没得时间，上厕所没得时间，拿起手机就跟拿起手雷一样，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投诉电话，随时都有可能原地爆炸。废话，钱哪儿弄好挣了啊？你晓不晓得我挣点钱，我好辛苦吧？日晒雨淋，风吹雨打，早出晚归的。我看到嘴娃子吃肉，你咋个不看到嘴娃子遭打的时候啊？你包子手里做的弄好，你不要卖包子，你要送外卖，你真的是东想西想，你吃的不长了。小伙子，你说哪个东想西想，吃些不长？背后说的坏话吗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下个月的任务哈，一万二，完不成，你零花钱，分都不分了。争取啥子？快挣钱噻！你等我啥子？快快！为你来，注定了一辈子卖包子。哎，未必的，注定了一辈子当猫的呀。未必然注定了一辈子当猫的老儿啊，未必然注定了一辈子当卖包子的叔叔啊，一辈子享不到清福啊。爸爸，姐。孙子啊，算了，这都是命中注定，我认了，谁叫我指望你们呢？哎，我错了，我宣布蝙蝠小组就地解散。
个嘛是当主任的女儿给我的，这个嘛是当老总的大儿子给我的，这个嘛是当经理的侄儿给我的，这个红包是当组长的。哎哎哎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。你做啥子啊，说爸？不是你说的就地解散吗？我说就地解散，我又没说永久解散。我们不能就这样像命运低头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打垮。哎哎，大妈，你咋个消失了回来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哦。刚刚一道神光洒在我脸上，是上天的旨意，我顿时悟出那副名言。我命由狗不由天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们的梦想是啥子？挣钱，挣快钱，挣大钱。我们的口号是啥子？力争健康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向前进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跟他是二一呀，才能松口气呀。一阵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接着练，练好保龄球。好，只是你来看他好不好练。那你呢？接到找找发家致富的方法。哎嘿，哎大宝，你也要支持我噻。方法都能找到，我再支持你。你用你电瓶车支持我噻。上次我去送餐的时候，我电瓶车掉了。爸，钱没挣到，你把看家的家当都给我给了，给我的。哎哎哎，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，你走。现在的房子都好贵哦，好久才能买得起哦。帅哥，我能给你合个影吗？你为啥子找我合影呢？我想发个朋友圈，他们都说呀，这个世界上没得一个神仙。哎，乱说，少说，我今天不就遇到一个男神了吗？低调，低调。我们这里有一套房子啊，特别符合你那种年轻有为、高富帅的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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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看一下，来来来看一下。哎，哎呀，可以实地操练哦。当然实地操练，我给你请来个全国知名的教练，包教、包学、包满意。熊大，我第一次有感觉。你是我的亲老汉儿，好感动哦！这个就是我们的教练啊！哪是教练咯？你教练在这里。啊？视频教学啊？来看一下。我也希望我是高富帅，可是我一穷二白，工作都没得。我还是算了。哎，你就不要走噻！我们这儿正要招人，你要不应个聘？从你们那个挣到钱啊？肯定挣到钱噻！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干我们这一行啊，大有前途。虽然现在呢，可能辛苦一点，但是以后就好了噻。将来呀，你还有股权。哎，当副老师干啥去？边学边教的噻。你的年薪是几嘛？真的如何了吗？告一下。嘿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越学进步就大。哎呀，这个方法好。哎呦，你的姿势怎么摆，简直帅呆了。哎，帅噻。晓得嘛，信号不好，卡到了咋个学嘛？哎呀，我也是用得到哦。这是五几年代，哪么还在发卡嘛？啥子手机哦？我摔了。哎，不，那是我的手机哦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
几年？几年？到时候还给你分房子，你就可以进入高层了，婆娘啊就可以领进门了。还会分房子啊？说的是不是真的哦？肯定是真的噻！我跟你说哈，卖一套房子呢，可以提成2%，卖100万呢，你就可以拿2万，卖1000万呢，你猜好多？就有20万。过不到几年呢，你就可以买房子了。朱大妹，那么挣钱啊？啊？那我告一下呢？来，填个表来，过来。哎呀，要哪来打嘛？打到别个的赛道上去了。重一点儿，抖一点儿，有一点儿，重一点儿，好笨啊！站起摔噻，用力噻，就用前头摔那种感觉嘛。哎呦，还不快跑！